请问找哪位啊？我要找我儿子。什么？我是阿红的父亲。说实在的，我是真的有点舍不得阿红。哎，别那么甩吧，老爸。老爸只是一个代号而已。哇塞，别乱说话。你别误会，你是爸爸，我是老爸，意思不一样，别介意。跟爸爸回家之后好好过日子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知道吗？阿红，上车吧。李老师，这几年谢谢你了。啊，好好照顾孩子。阿网，升迁。阿红，有空回来。回来干嘛？回来看我吗？有什么好看？我唔想跟你翻去，不过我都会同你翻去。司机，开车吧。你唔好成日挂住咁走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啊，你脚头唔好啊！我接咗你翻嚟之后，一直都冇好过。我而家连呢度嘅房租啊，都冇钱交啊。元老，你比你阿妈仲衰啊！你唔好再讲阿妈，冇你阿妈就冇你，冇你。我就唔会咁黑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长官。而家几点啊？仲喺度饮酒？你讲乜嘢啊？而家边个要人保释啊？费事同你讲。你边度啊？我去边唔使理你啊！咁多年嚟，你有理过我咩？你看守所嘅时候，我去探过你啊！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啫？你坐紧监啊！我点理你啊？呢几年啊，我日子都唔系好过噶咋？你以为我自己想坐监噶？我话你啊，你迟早都系会翻入去坐监噶咋？你打劫、醉酒闹事、非礼女人，你仲有咩事唔敢做噶你啊？你再讲我就喐你。我有讲错你咩？